朗炎峰今日就开咗价钱，尺价最平就17,750蚊，呢口价成个市场跌晒眼镜，因为佢真系好平。睇翻个均价大概19,000几，佢近期嘅均价应该过咗20,000嘅。现时喺二手市场度卖紧温康天或者浩田、澳门都卖紧大概20,000蚊尺，去到23,000蚊一尺啦。咁佢而家呢口价摆出嚟喺地铁上盖，其实有优势嘅。佢就系全新楼，佢所有户型都方方正正，好实用。啲用料上都 OK 嘅，拍得住人。楼底就3.3米，比一般嘅新楼3.15米仲要高少少。我相信第一批都是要抽的，之前就卖黄竹坑啦，但黄竹坑长实的盘最大问题就是它户型真的很特别，我只可以讲特别啫。整个楼盘有4个付款方式的，但是最常用即公 plan 或者是建期 plan， 还有一个一按揭的。当然如果你要发展商的一按楼价上就会贵多2%，如果以建期 plan 去计，一房最便宜就705万，唯起的尺价就18,183蚊，这口尺价抵玩的，买到应该 OK 的。那他望那个方向就望回天柱那边，文田天柱绝对是一个豪宅盘来的，即是你望到他其实是加分的，他望到你其实是减分的，还有天柱那边还有7间屋仔给你望到，相当舒服。两房最小就520尺，价钱大概1,000万以上，围起尺价大概20,000蚊尺，低过23,000仍然都可以买这里，如果高过23,000就要再看一下究竟同哪件货去比了。但是第一批价全部都低过23,000，如果有机会揀到就任督，如果揀不到就下次再抽过。综合而言啦，20,000蚊尺价你买到何文田站有校网，有大型屋苑，有会所，有靓嘅户型 ，OK 嘅，抽得过嘅。我嘅意见就系咁多，你哋又觉得呢？